時嗰俾啲紙都幾難還啊，都比較艱難還。點解？比較艱難。因為索啊。佢浮啊，佢啲浮，所以畫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啲。你唔好影我啦，我影你啊。
晒雨嘅，话咩事？嗯？呢个花头都差唔多。睇下得唔得？我用啲叶，我会遮一遮佢。啲叶会遮一遮佢，咁个花头就会自然啲、靓啲咯。啊，呢呢种纸啊，阿树哥俾嘅都几难画啊。我睇下先啊，睇下摆位先，俾你先。